住民优美的歌声，唔呐好听，唱着教会诗歌更是迷人。林内乡公所今日是特别伫林内高农举办一场感恩祈福诗歌礼赞活动，除了表达对各界感谢，嘛希望借着信仰净化心灵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乡亲啊，在一般的生活当中都是乐天知命，而且我们的社区生活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办了这一系列活动以外，希望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这整个氛围哈，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好。好，预备新的，可以了。这一届总共邀请来自全乡各个部落15支队伍共同来参与，也未轮到队伍就先在会场外不断来练习，也够真侪队伍拢是一透早就来跋山过岭，来到会场准备这场难得的跨教会观摩西瓜演唱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跨越教派，不管是基督长老教会、天主教、安息日会，甚至圣耶稣教会，都可以来共同参与。今天这个活动啊，能够有15队，甚至以6个表演团体。我们都感觉到大家都有共同参与的一种理念。用家己的传统语言唱出诗歌，感觉是特别无同。尤其在林内乡经过几落届天灾了后，也搁会使重新站起来，让真侪乡民拢感觉这一切拢爱感谢上天的恩德。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因为九二一之后，七二水灾之后，让我们仁爱乡有一过着平安的日子。我相信这是上帝爱我们，让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部落整个仁爱乡这样。可能都不常常有这样的活动啊，一方面可以借着诗歌观摩，也让我们来都了解各个教派的一些文化。在充满温暖感恩的歌声当中，主办单位也够准备义诊来替乡亲服务，好整个活动在温馨的气氛当中圆满的结束。记者阿琪采访报道。